采访人物前情提要，打电话问泰米利，然后进行 video call 来看一下我的运势，结果看了，欢迎，你好，你好，各位 ，OK OK。这样我要了解一下，就是有些佛牌有真和假，要怎样分辨？真假的问题啊，真的怎样分辨啊？这个问题就有讲讲，就好像类似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，但是我都是在学习当中。我的人是这样来，就是我都是在跟我的朋友去看，连我自己也是会看。那有些人是拿佛牌，他们就凭感觉，会师傅指明的佛牌一定嘛？就好像你问我怎样看，会觉得真的是凭经验啊，不然怎么解？因为只要我感觉这个佛牌不对的话，我都会询问我朋友，因为我朋友是一个专业的验牌师，他要这样的，就类似龙凤婚的，或者是大多闹人的不行。因为在泰国，你要出卡，要出证书，要比赛证书什么，其实都很容易。所以佛牌它有真假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有些佛牌它真的是有它的价值，师傅已经不在了，它是它的价值，但是往往就是人的店，他们不懂要什么东西的。就比喻啦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很多人喜欢玩龙凤婚的，好像是2536还是37魔力的那个双顶出地魔是九级，因为那个好像是在马来西亚兰高一定要出的。我出过，哎，你说你的真，我说我的真，那到底谁哪一个是真？就类似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啊，都不会去共情，因为我跟他讲这一个论，就是讲这一期的台湾值得玩，因为很多炸弹，就所谓的炸弹就是啊，就算你拿到真的，人家也是可以讲讲东西，就是讲。但我也是有尝试看我的东西，我也觉得哎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管不对的，我跟他讲啊，还是不要玩比较好。他认为他的他还是坚持不去，那我让他去玩。我也不能讲，因为有些人他很想要，他很想要，但是不是好的话都听不下去，跟人家就给他去了。因为我的不管，他都比较相信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感觉这样。有些人请国牌他会拿在手，在那边感觉一点感觉，尤其是在泰国人来讲是真的，好像他们念经，师傅念鸡皮疙瘩啊，这是我的观念啦。但是我不是每个国牌抓都会，有可能就是讲会有那种鸡皮疙瘩感觉，就是。只要自己喜欢看的 OK， 我就会。对佛牌你可以了解啊，虽然它这个佛牌是真的啊，我还是断掉的话、坏的话，它都可以拿去修。修了过后，它还是可以拿去出卡，一样可以出得到。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了解在这个，就以为坏了就算了。没有，因为有时的，就好像最近脸书不是有发那个这一款的佛牌啊，对，胶水的嘛，还有可能它的当道人的话拿去修，讲东西我们确定就不乱讲。但是最起佛牌还是找自己相信的人去比较好。对哦，东西就是这样。因为你看佛牌店真的太多了，你要讲什么？对啊，所以真的太多了。每个有每个的讲法，每个有每个相信的老板这样子讲，每个有相信的店家。但是他讲他的真，你讲他的真，你讲他的假，他讲来讲去有病。我还是觉得相信我就来，不相信就算。所以我都不会想尽可能讲，主要是我想到真的是让人家有正确的观念。佛牌不是你东西成这样子。对啊，因为佛牌只是一个辅助罢了，它只是让你。怎么讲，就是让你有信心样子，让你提升样子，让你更加自信。那我们拿佛牌你看嘛，我们都会拿去佛牌变一变，为什么？这样子戴了就好像一个饰品嘛，戴了就会比较，然后就戴了会不会有让那种感觉，就是戴了实质性？哦，这个佛牌是什么呀？佛牌也是那东西的五十佛牌。哦，这个不清楚。如果鬼哥在啊，他可以比较讲的仔细。不过我不是鬼哥。这种东西，他们鬼哥这方面的东西，我都不太方便讲啊。不过他有点忙碌，因为他们为什么你会采访，一是因为我是被为了让你拍摄过人家的采访。哦，如果是无名小子，就是讲无名的人来采访，是看我在那边出现比较多的小伙伴，但是我刚刚跟他接触过，我都不是自己看，而且他们做的东西过后，他们也是很想不要钱。他们不是没有，是人往往是想去钱。对人的贪恋会死成这种东西。是哦，我会存两千，我会去找他们聊天或者是什么之类啊。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认识到阿豪哥，然后认识泰米利这个店啊。OK， 也祝你早日做到 YouTube 的成功哈。哦，谢谢你，阿豪。真的谢谢阿豪哥做一个题材访问啊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希望我得空会去 JB 或者是台湾那个泰米利来做一个参观或者是什么之类啊。你有机会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有机会哦。你只要有心往这一行业发展，你会有机会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加油啊！拜拜。OK， 拜拜。我不懂是手机问题还是什么，一直很紧。不过最重要是刚刚他有跟我讲，就是如果
你们带的这些佛牌啊，虽然是一个辅助，虽然可以帮到你，但是你的事情要做最重要。它不是像摇钱树那样子，你坐着以为钱掉下来没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呢，主要是你们能做的事情，多做好事，多说点好话，世界就是这么美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真的非常感谢阿豪这样子跟我做一个采访这样子了，有机会这样子做一个采访真的是蛮好笑。如果你们想要去看 mini 的话，我们雷校友在 JB 那边，等一下我就最后面有放这个 link， 你可以联络人哦。都是台湾的朋友，我也是很像拿利恩那个方法啊，不拿利恩的影片 OK， 我机会小 OK。 如果你想找这位 timing 的这位老板的话，他是在台湾那边，我会放 link 在下面，或者是 ending 时候我也在放了。第一次我做采访真的是比较紧张一点，不过跟人家交流一下也是比较好。不过这一次要感谢未来男友利恩、焦头 King、鬼面以及蓉蓉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位五位，让我认识到这位老板，然后了解他们的情形样子。其实最重要是刚刚这位老板啊，他也是以前比较可怜，以前本来开那个佛牌，然后中骗了几多钱，过不久他得到功德，他就重新再来做一次了，真的是蛮好一下。我也是不会放弃，我做我的我也是不会放弃的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太秘密这位老板了。如果要去的话，我也会得空去 JP 那边请个佛牌，不过你们看佛牌要注意一下哦，要看你们适合心态，最重要是你们人的心的良心最重要。如果你们觉得很适合你才买，千万一下子你就买啊，因为这样子很难帮助。就算你买了几万个都好，还是没有帮助。最重要是你的人的心态，你要去做这事情你才帮得到。就像我做 YouTuber 啊，重新再来一次再发扬光大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差不多到尾尾了，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的话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 如果你是看到订阅你也按上去。如果你错过我的影片的话，不用紧，你按这个门铃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按下去第一的影片，你就看到战神的影片了。放心，这五个板凳不会咬人的。如果他真的咬你是，你跟我讲，我带他去泰米尼那边给他听这个经文那些，没啦，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待我们新 video 了，拜拜。